那个啊，他没有办法确定他是不是用脚用手啊，因为啊，他不老他实，是那种会用双萤幕看人家，他不老实，跟人家太过 PK 的分人了，人啊，家这么下流他他不老是他要不要实，开？他他开就实是星海况界的啊，污点啊，还被我们抓包，而且重保龄球点。还打不超过60分，这你相信他？我居然进来了，真的，我居然进来了，我都不想我游戏跑不跑得动。哎呀，清走又怎样？